介绍到大家新闻现场，要来关心这职棒的消息。和媒体报道讲，那亲像有那拍假球的这兄弟，像这黄金阵仗啊，啊，这是陈志远啊，伫小木三工了后，今仔总算到当家这球场参加这兄弟场的训练。有那第一届面对媒体，伊是公开来强调讲，伊家己啊绝对是无拍假球，佮佮对着火速拉集团，伊是无熟悉的。我没有打假球。点将三工，兄弟球的黄金战术陈志远穿球衣，在江辉律师陪伴之下，出现在球队的龙潭球场，公开对外界澄清，家己绝对不牵涉到公家球。有这样的事情出来，所以我肯定不能是你说。媒体曝光家己有牵涉到签牌案，但地员工只顾讲心情平静，严格上届烦恼也是受到这风声影响的出来人，也够家己存款的进度。我想我的家人都受到委屈，我只想回来练球。大家在春训呢，我的想法只想回来练球。如果剪掉以后会有调查或者是需要他协助的部分，球团会尽力协助，那志远也会尽力协助。陈志远出来回应外界疑问，拜一开始马登的球队甲球友做伙练习。律师也表示，虽然检方有情报讲陈志远可能有牵涉到假球案，不过无法度做证据，所以短时间无要甲约谈。不过兄弟情的球团目前有关是予陈志远留一停薪，等事件调查清楚才后续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这是帮拍假球案件，一个刷一个吼，好真侪球迷啊，真伤心。啊，就那有那吼，这棒球环境即马大家啊，士气真低啊。起码讲为着要来强化这品德的教育，教育部今仔是找这选手甲教练共同来宣示这运动的品德啊。啊，参加这教练有那讲啊，应该爱甲这成绩先放落，较会当来吼这选手有好的品德的观念。一，爱护自己。拒绝诱惑，这手举起来，来自不同运动领域的选手和教练，做伙宣导运动宣言。在这帮讲假球事件一直爆出来时阵，教育部注重在积极宣导品德运动。不过，在第一线的这帮教练方向前认为，要培养品德，都要先将成绩放一边。球场上，你只是要他成绩的话，我相信对于选手，他只是全心全意付出在成绩里面。可是，在从小到大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你重视在品德的话，其实对于他的技术才是重点。严格运动竞争，卖讲成绩，参球无啥可能。运动校队教练认为，除了替选手建立生活纪律甲运动价值观，甲选手达工斗阵的教练身教更加重要。比如说像在球场上面抽烟、吃槟榔等等，其实对于学生来讲是一个道德模糊的地带，他没有办法说，他会质疑教练所说的话，你不要抽烟，为什么你抽烟？这种小事情没办法去约束的话，很多大事情就没有办法去要求他。江正专业阁讲，台湾有伤侪运动员，自细汉都无好好咧上课，若是离开运动场，都啥物拢袂晓。所以即帮讲假球事件才一直发生。所以，阮阿鼓励运动员，除了运动以外，嘛要顾着学业，互运动甲学业并重，才当赢着比赛，嘛当赢着家己的人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所以要来看这公共电视的消息，最近为着这公司的董事会有一挂这纷争，今仔又过这民间团体到这公司头前来演这行动剧，是靠这新闻局长讲想要甲这政治恶手存入去这公司的董事会。这民间团体是呼吁这新闻局应该爱来举行这行政的听证会，和这公司的公共价值甲理念会当大家安尼来辩论，愈辩愈明。团体伫公司门口演出新闻局想要甲政治恶手成立公共电视，为顶礼拜开始，台湾地球现状、公民监督、国会人民这民间团体，就分别到新闻局观察疫情抗议。伊嘛提出呼吁，希望新闻局赶紧来举行听证会，来化解纷争。针对于台湾民众到底需要一个怎样的公共电视，还有这个整个的策划的过程，或者是说为什么这一次会有这么大的风波，都要可以两造双方哈，可以举行一个听证会。刚这时间，公司董事会董事王世基嘛在律师的陪同下，前往台北地检署按零控告八名新的董事，甲新闻局长苏俊斌涉嫌伪造文书甲诚信。我检视了这一些资料之后呢，我发觉不只是说这一些董事有所谓的伪造文书的刑事犯罪问题，他们这样做的话是损害到这个基金会的一个利益，所以本身
他们是成立背信。我觉得他们一直其实是用少数的力量在，而且是动用公司的资源，有没有哈？然后在那个迫害我们的言论自由嘛，哈。那我们当然就是说，如果是最终的目标他们是要瘫痪公司的话，我们不会和他们一起起舞啦。徐文蔚表示，伊卖提出五个，下晡卖召开记者会来甲代志交代和清楚。因为公共电视当事长戴通了已经向法院提出八名新的当事，暂时未使执行职务的假处分，所以原本今仔暗时会来举行的临时当事会，将是如期举行，可能会出现变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